M 型。固定机器四角滑轮。开机。规格最大截料宽度425毫米，方格尺寸5×100毫米，进齿口宽度20毫米，适用原料单张10×以内瓦楞纸，工作速度12米/分钟，噪音等级68.5分贝，电机功率2.2千瓦。环保填充机的结构原理及操作：一、本机是由电机通过链带、齿轮带动、带动刀轴互动来完成机贴任务的，因此在操作时一定要按操作规定规范操作，以免发生意外。实际用途：一、瓷器、玻璃等易碎品的包装。